好，我们都练完再来修，哦，好，这边是坎啊，所以这边是这趟拳的一半，啊，可以看到有一些他练炮锤啊，他只练到这边。啊，那你自己练呢，我们表演啊或什么也可以到这边就收了，这就是练前半段啊，回到砍了，所以这边叫白虎巨鹿嘛，白虎巨鹿就趴路上休息了啊。这个弓也是修，这个弓也是，就是那个八门呐、啊，八门，这个砍门也叫修门啊，所以到这边玩这八停了啊，接下来要走，打开，拐走。走到哪里？走到离，再走到离，上跳，一，啊，原来的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霸王敬酒，这个变成这个天王托塔是这边，托这里，啊，这是天王托塔，回来了，到这边，好。接下来这个像，这是中央线，这是斜出去，啊，跨虎斜出去，看你的圈子大小哈、啊，到这边走，十字锤一、二、三，落脚，双锤，到这边，双锤，还是一样，悬锤。反正锤回来，又到离弓，金鸡捏树，就是这个，啊，所以离弓进来了三次，然后呢，再回身，斜出去这边，刚才那个十字锤是四项的第二项。我们练到这边四项只进了一项，是 只有一项是什么？十字锤啊？十字锤是第二次。十字锤是第二个。第一个呢？啊？第一个是金鸡独立。我们要记那个全路图啊，这个是第二个，啊，然后回来到离宫。再走斜方向，斜往艮宫，但是没有进艮宫，走差不多到正宫的地方，凤凰漩涡，四项的第三项，啊，然后呢，回身往正宫去，孤雁出群要进正宫。啊，我们先到这好了，先到这里，先进正宫。